下面我们就给您分析自焚案例中的几个明显的破绽。第一，这是我想你看，想你看，多看一眼，我苦守着一个共同的信念，今天才站在你的面前。是我想你看，想你看，多看一眼，我度过了多少寂寞的春天，今天才伴在我的身边。你的面貌还像当年，我的相思已经埋心田，你不让我吐露一眼，只能对你多看一眼。许我想你看，想你看，多看一眼，我度过了多少寂寞的春天，今天才伴在我的身边。